爸，妈妈好好看啊。爸爸，你是怎么追到妈妈的呀？这简单呐、啊，第一，带她体验风驰电掣的感觉；第二，带她尝遍世间的山珍海味；第三，在月圆之夜邀请她来家里看会花光的龙珠。你骗三岁小孩啊？说实话。好吧，其实是你妈追的我。哦。没信号，找不到你爸了。妈妈，别担心，可以用寻龙诀，前出去，后玄武，鬼虎在右，青龙血腥。龙珠，龙珠，哪里有龙珠？